三秒，整栋别墅在眼前垮塌，奔赴东流。美国阿拉斯加首府朱诺破纪录洪水掏空地基，至少两栋河岸房屋被摧毁。气候变迁加速冰川消融，知名观光景点门登霍尔冰川上头的苏塞德盆地经船溃决，洪流一路冲往堰塞湖和河流，导致冰川湖水位超越2016年以来纪录。市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，也协助居民疏散。虽说苏塞德盆地自2011年以来每年夏季都会释放融冰水，但这回洪水量前所未见，也流向更多未知地带。专家警告，河岸地质变得相当不稳定，远离以策安全。大新闻，刘芳编译。